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 Angela，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森运动空间。森运动空间位于新竹竹北，拥有专业的教练及多元化的课程，借由流汗释放压力，借由运动找回身心平衡。创办人姜伟热爱健身，从高中时就对于身材有些憧憬，持续的训练到大四之后，想把热爱的事情变成工作，因此考取美国运动体适能协会的证照，开启了专职教练的生涯，于104年开业经营，迄今帮助了许多会员找回健康与自信。Hello， 大家好，我是蒋伟教练，那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Jacob， 贾科伯，然后在新竹竹北的地方，那我是一名健身教练，那我从事运动已经13年了，这个行业，那在7年前开了自己的健身行、健身馆，叫森运动空间，在竹北这个地区，那很开心认识大家，谢谢。森运动空间的课程相当丰富，针对不同的需求，也分为团体训练与私人教练。OK， 我们森运动空间主要是分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私人教练，一对一或一对二私人教练。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团体课程。那团体课程我们主要有三个项目，分别是训练、有氧跟空中瑜伽。那训练呢，我们就分成悬吊训练、拳击的格斗训练，好，然后还有就是壶铃的，比较属于肌力训练的方式。那再来有氧呢，有舞蹈有氧、跳床有氧，好，这样的一个方式呈现。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空中瑜伽，好，大家就是还蛮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对，所以我们的森运动空间主要就是这样的形式，用团课跟私人教练来提供服务，这样子。森运动空间的运动教学不分年龄，从儿童到银发族，不同年龄层的训练着重在不同地方，因此课程的编排也很讲究。近期森运动空间也有办一些活动，请蒋伟教练为我们介绍一下。OK， 那我们的活动上其实基本上在本馆内啊，就是针对私人教练的体验，还有团体课程的就是新朋友体验方案呢，就是持续中的。那另外我们也很积极的就是走到社区、公司行号甚至机关，那当然疫情是稍微有点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我们会先暂缓。不过呢，我们是有积极去推广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教练、把运动好直接带到您的府上做居家的 home PT， 好，这样你的隐秘性、安全性也会比较高。那我们一样会把我们这些训练的 know how 直接带到您家。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用团体的方式，好，那我们会有一个检测，好，然后前测后测，然后在每一周的运动的提供规划，然后在比如说公司行号，好，在一个中午休息时间或者下班之后时间，然后只要有空间，我们就可以进行。所以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些私人教练的内容或者是团体课程的内容直接带去外面，我们叫师资外派，好，这是我们正在推的活动。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些的朋友或是厂户或老板们，好，可以跟我们联系。谢谢蒋伟教练的分享，对于还没踏入运动或是持续健身的人有兴趣，欢迎到森运动空间看看哟。